27日，何超莲晒出出游的视频。他在视频里介绍说，这次去的是漓江，硬价20元纸币上的风景就是那里了。旅途中，何超莲和男友几乎是形影不离，两个人坐着竹筏在江面上近距离欣赏美景。窦骁时不时用宠溺的眼神看着何超莲，两人还对着镜头比心，十分甜蜜。随后，有网友发现窦骁的首饰，别的男生几乎都是戴手表，但他手腕上价值8万左右的镯子太抢镜了。网友纷纷感慨，和豪门千金在一起之后，窦骁也越来越贵气了，细节彰显身价。